现场的各位来宾，欢迎来到，欢迎来到我们侠怡机器人蹦蹦场。那现在为大家演出的是侠怡科技宝萨克斯风乐团。那今天也很高兴可以来到我们2023的土地公国际民俗艺术节的现场哦。那现场呢，我们将会由我们的乐团呢为大家带来相当多精彩的一个经典的金曲。那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舞台的前方，我们机器人胖卡车的前方来领赏我们的乐团，来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。那侠怡的科技宝萨克斯风乐团呢，是由我们侠怡企业的蔡逢春蔡董事长来领军为大家来做演出。那现在就让我们掌声来欢迎侠怡科技宝萨克斯风乐团的精彩演出。